今年第21号台风米瑞内，由这个南韩命名的，是昨天下午在关岛东方海面形成，距离台湾2500公里。而这个台美日各国气象单位都预测，米瑞内会一路向西走，周末时候是直扑菲律宾吕宋岛，对台湾影响不大。不过下礼拜受到封面南下的影响，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气温将会下探摄氏13度。